赏相声，有请郭德纲、于谦。哎，好，谢谢，谢谢，哎，呵，还有爱于老师的啊，嗯，谢谢吧，谢谢，哎，行嘞，今天是相声专场，对，连着演这么七天呢，过节嘛，就为了我们这个古曲社，对，成立，哎，传统艺术需要弘扬、继承、发展，我们要推广啊，连着七天，前五天都在天津德云社。哦，后两天在天津大礼堂，嚯啊，来这么几天，这都是大伙捧。嗯，对啊，今儿我是最轻松的一天。今儿就说相声啊，哎，就回归本宫了。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我们老搭档嘛。谦儿哥在外边拍戏呢。对了，嗯，在青岛那儿啊，剧组在那儿，我赶紧把谦儿哥请回来。您客气。昨天一块唱的，今天又一块说，对，很开心。高兴吗？我说相声离不开俩人。嗯，刚才这高峰算一个，高老师，还有谦儿哥，我也算。哎呀，我们这都是发小啊。对了，发小，这俩都是法国人的小孩。对，谁说的？彼得让先生的儿子。我没听说过，是啊，哪有啊？打小在一块儿吗？嗯，我现在我就跟各位您说，我算是熬出来了。怎么叫熬出来了？可能也岁数大了，小时候这俩人净欺负我。我们俩欺负你，这俩人就把人，我跟你说，贼虎。我们这么憨厚，怎么还贼？你看老高那样的吗？ 啊，你站桌子里边也行，站桌子外边也行，捧逗俱佳，说一个也行，来个板儿也行，啊，唱的也好啊。他聪明，是他灵啊。嗯，于老那更甭说了，我对吧？烫头也行，不烫头也行，这不叫什么优点，这个啊，嗯，打小老高比我们小。他比我大四岁，是，哎，打小学相声，这一说，好几十年前我们都在一块儿。对，我其实是后来啊，嗯，才逐渐开窍。哦，之前不行。小的时候他们俩净欺负我。怎么又欺负啊？你看，小的时候，嗯，其实我老有时候老想我们小时候，挺怀念当年。那是。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咱也没钱。那时候有什么钱呢？家当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对呀。给我们点零花买早点的钱啊，毛八七的。可是那会儿没有什么钱，还觉得很幸福。哎，就是天天在一块儿，那个学相声嘛，嗯，老师让背这个练那个，嗯，剩下仨人在一块儿垮玩，穷欢乐也挺开心的啊。对，那会儿他们俩净钻我，我因为我这个人呢，我打小我就知道我当不了科学家，脑子不行。因为我上小学那会儿啊，班上老师因为有什么志向吗？哦，我们班全是科学家。啊，都想当这个，一个个舔着脸，我要当科学家。啊，长得都跟铁匠似的，他当科学家，这有什么模样？就我一个人，我想说相声，啊，那时候就想，老师不爱看我，是吗？没出息，呵，你看咱这帮科学家，你看啊，对吧？全是了，对，你看你怎么没有志向？哦，但是到现在，他们那帮一个也没当了科学家。哦，我倒是说相声的。这随了您愿了，如愿以偿哈。嗯，所以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是说相声的时候，哎，背个贯口啊，练个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您务实啊，剩下没事就跟他们俩一块儿垮玩。小时候都玩，天天我现在我想我都要流眼泪。怎么您还哭啊？就这俩坏蛋呢，我告诉你。我们还坏，我们能坏吗？我们我跟你说，你看他站台上扶桌子，好像忠厚老实，他最坏呀，他最坏。你各位都不信，你看。嗯，现在这岁数坏不动了，知道吗？我这还要体力似的。小时候一个他一个高峰，啊，我那会儿我告诉你，我手里当时是不让卖这个迫击炮什么的，现在也不让啊，现在也不让。我小时候老想我弄死他们俩，这么恨我？因为我啊，上学时我数学特别差，啊，这能瞧出来。为什么我老说我当不了科学家？嗯，我老觉得以后我要当科学家了，这一帮科学家我准是最次那个。哦，人到时候一问，哎，科学家都站好了，我们都站好了。嗯，那个郭科学家，郭贺四加四得几？我得想半天，四加四，这别科学家了，那就，所以我说来不了这个啊。他们俩老拿这数学挤兑我，是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那个冬天，你记得咱小时候那个冬天跟现在不一样吗？那时候冷，那会儿冬天真冷啊。对，那个冬天的地震能冻成了粒儿，真是
现在天暖和了，嗯嗯，你看这现场又上所有人都点头，就那个年头那个，嗯，冬天西北风嗷嗷的叫，要不叫苦寒之地，真是地上都冻裂，就那个天嗯，都穿着大棉袄嘛那会儿，对啊，完事他俩人害我，我们干嘛了？他俩害我，咱比赛做数学题，嗯，我心说倒了霉，我不会呀，嗯，这俩人问我啊，嗯，一千乘以467加上45等于多少？哟。那我哪算得上来呀？这谁立刻算不上来、啊？对不对？算不上来。嗯，受惩罚。怎么惩罚呀？这俩人让我喝凉水。哎呀，哎，多缺德这俩人呐！啊，真的啊。那就没事。你看这个，那大八缸子啊，嗯，咕咚咕咚让我喝，喝难受。那能不难受吗？那个又问我了。嗯，36900乘以36900得多少？嚯、嗯、哟！我哪知道？喝水。哎呀，咕咚咕咚咕咚，一会儿让我喝好些个。嗯，喝完难受，俩坏蛋。我们就这么治你，他俩高兴啊，俩人热乐啊，开门出去玩去了。哦，我是动不了了，难受了，一肚子水，跟这站着看着他俩啊，俩人乐都不行了。是啊，哎，太棒了，缺心眼的让他俩害了。郭德纲也有今天。嗯、啊，哎，咱俩玩什么呢？嗯，他们俩也互相逗。哦，那么凉的天大人说了，不能舔这铁门，是真的吗？我们俩玩点别的不好吗？我们俩，这高峰比他小，你看、啊、大几岁就试几次，他坏哦，知道吗？高峰，你先试试，啊，都没多大，小孩都没多大啊。高峰比我灵，比他就差着了。是，哎，猫着腰舔大铁门去啊，得，舌头粘门上，哎哎哎哎，那能不粘上吗？那啊，要不说那会儿还是单纯，这小孩还是单纯，怎么了？你骗我，高峰，你骗我，怎么呢？这一定是假的。哦，我也试试吧。是，那就我一人单纯啊，合着是。于老师过去了，嗯、也伸舌头，哎，俩人站一块儿，俩人撅着屁股在铁门那儿。啊，这我过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啊！这个傻了。啊，我也不敢救他们，崴他，那不行啊，疼啊。对呀、啊，仨小孩傻了。嗯，这边街坊大爷过来了。嗯。没有你们淘的啊！对了，那谁啊？也就是你聪明，怕、嗯、我，就是你灵啊，知道吗？你看你去，你可别再舔了，舔三人都沾上了啊！对呀、啊，啊，你去那个弄点水给他们俩泼一泼，那舌头就开了，哎，就化了啊！我说好，嗯、我刚才还大半缸子喝那凉水，我泼他们俩，嗯、别，你这孩子也坏，泼凉水弄不开，那不就全冻上了吗？弄点温乎水给他们俩把舌头浇开。我刚才喝的水喝太多了。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你猜呢？嗯，哎，一会儿功夫，俩人哎，你要说这还是我们俩聪明，那是那是、啊，之前就想到自救的办法啊。哎。他俩人站起来擦擦 啊，别擦了，谢谢谢谢，没用了，我也高兴、啊、不客气不客气，这嗨，这就是打小一块来这个交情，说实在的，对，这叫交情，嗯，打小这俩人就害我，谁害你了？谁害谁呀、啊？咱要不后来你们俩台上说话能这么甜吗？是不是？啊，对，打小就糖尿病，嗯，喝过点好东西，嗯。刚才这个整理成文字，你也挑不出来有任何毛病。是是行了，咱就不用较真儿。观众他们自个儿理解的啊。感谢谦儿哥这么些年来对我的帮助。您客气，真的没有。我咱实话实说，嗯，打20来岁我们就认识在一块儿，后来说相声合作这么些年来，嗯，我咱发自肺腑的说，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在台上这个状态。您可不能这么说。有可能您可以不信啊，这搭档之间短不了抬杠拌嘴。哦，你两口子还保不齐呢，那打架也正常。我们俩没有过，没吵过。哎呀，有的时候说，偶尔的别扭一下，也是因为作品，啊，那是正常的嘛。我认为这应该这么说啊，他可能觉得不好，是吧？得那样说。哦，这就容易有分歧。那是艺术上，搞艺术人还都很固执。那是，哎，我觉得这就应该弄弄就别扭了。他概念嘛，哎，有时候他我们也有个这个状况是。我呢又不好意思说，但我心里就别扭。
顶多就是行行，回再说吧，不聊了。哎，其实没有谁对错，嗯，但是每当发生这个情况，嗯，于老师会主动道歉。哦，我还很大度。这个东西说实在的，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做得到。您看，知道吗？嗯，其实也谈不到人家错，人家错哪儿了？这艺术见解嘛，对不对？这有什么错不错的？他觉得是我是哥哥啊，我得找德纲去道歉。哦，我这不对。德纲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沾上舌头，他还我这还想这事儿呢啊，想这事儿就不道歉了，是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哪儿有点水呀、啊？这里头就是一点一点的吗？听说过啊？嗯，谦哥说，我找德纲道歉。嗯，我要负荆请罪。呵，这还很大事弄的。这是一个彭语啊，名能语啊，能哪儿啊？省语啊，什么语？成语啊，成语啊。啊，这是典故。负荆请罪。对，有一出京剧叫《将相和》，您都看见过啊？哎，廉颇和蔺相如，这他们俩的故事。哎，这个蔺相如原来身份不高，哦，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国事当中，哦，为国增光。是被封为上卿，并且做了首相，大官了。结果朝里的老将军叫廉颇，是廉颇觉得凭什么呀？嗯，他怎么现在身份这么高了？对呀、啊，我得出去找他找茬去。不服，三番五次的拦路，打算羞辱人家。嗯，人家都躲开了。啊，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说他不是怕您呢、啊，不是那是怕的是将相不和，对国家不利。想的是大事儿，老将军很感慨，我错了、嗯、我要负荆请罪。就是这个行为是吧？什么叫荆？嗯，荆是荆条。哦，荆条一种植物，现在愣说您各位可能没有概念。嗯，都见过那大筐吗？啊，编的那筐，编筐那个玩意儿，那就是荆条。哦、啊、拿它编的。哎，那玩意儿最长据说能长到八九米长。嚯、哦、那个花特别的香，嗯，能提炼这个精油。呵，那个根儿能入药，哎呦，那个条是可以编筐的，软和，所以那东西软中硬，拿那个啪啪要抽人得多疼啊！嗯，是不是啊？嗯，负荆请罪就找这荆条，光着膀子背在身上，呵，到那儿去咕噔跪下了，说您打我吧，嗯、我错了。哦，这个成语叫负荆请罪，就怎么打都成。谦儿哥想到这一点，我要找郭德纲负荆请罪，这也可以。哎呦啊，我也得。背在身上啊，荆条效仿古人也行。啊、衣裳脱了啊，光着膀子，应该没。哎、嗯，裤子也脱了，表示诚意，这太虔诚了。表示诚意啊，哎，这穿一裤衩哎，再留一个是对的，穿一裤衩、嗯、哎，嗯，打架出来，嗯，得来两根荆条啊。哦，还没找荆条呢啊，找荆条，哦，他住北京啊，北京现在上哪儿有种荆条的去啊？是不是？嗯，就到这个河北省保定地区，哦，老乡们种这个是大爷，荆条给我两根，嗯，大爷把这棉袄啊棉了棉啊，好天那么冷呢，这会儿这快春节了，嚯，没有荆条啊，我腊月去的感觉啊，嗯，那怎么办呢？我打算如何如何、嗯哦、我跟郭德纲我们这么好，我得找他道歉，还有功夫给人讲呢、啊、大爷说他怎么对你好，嗯，我小时候舔铁门他救过我、嗯、知道吗？行了行了，大爷说铁门怎么舔，行了， 这大爷怎么那么贫呢、啊、这大爷，大爷说我们这儿没有荆条，就说直接告诉我，但是我们这有花椒木，哦，那比荆条还厉害呢，哎，花椒木啊，花椒那木头啊，找这么一根吧，那上面全是疙瘩。哎呀，和那个啊，要是强迫症人瞧不了，是上面都是疙里疙瘩啊啊，找了这么长一根，哎呦，这么憨鸭蛋圆啊，都是这个疙里疙瘩。嗯，哎，带着这花椒木，嗯，找郭德纲道歉。哦，我背着这个，我那天还没在家，您干嘛去了？带着我那小儿子呀，嗯、上游乐场去玩去了。哦，您就出门了？哎，游乐场人山人海，好几十万人。嗯，家当带孩子跟他玩。哦啊，大伙儿正高兴了，一回头，于老师打那边来了。哦，梳九隆冬，光着膀子啊，穿一裤衩啊。嗯，我要负荆请罪，我就上游乐场了。哎，所有人就都不玩那些个东西，都看。哎嚯，好，那可不是得瞧我吗？哥，
于老，大家好，大家好。我怕这个，我打河北来的，我、哎、那是啊、嗯，我叫于谦，嗯，我要找郭老师道歉啊，嗯嗯嗯，那边那几个人往我这儿看，你们怎么？哎呀，还玩你们的游戏？这儿啊，我展览去了，我是就是引人关注，大伙儿都看我于谦道歉，那是哎、嗯、哎，看见我在那头了，嗯，德刚啊啊，这儿。回来啊，就生怕有人看不见啊，我赶紧过来了，嗯，怎么了哥，您这是啊，我错了，哦，我那天不该跟你闹别扭，终于说出来了，负荆请罪，说吧，你看这个怎么样，一伸手啊，嗯啊，就把这花椒木拿出来了，嗯，你先等一会儿我这全身什么都没穿，可对，就一裤衩，嗯嗯嗯嗯，我怎么伸手从哪儿把这花椒木拿出来的？你注意没注意？刚才我说那个啊，你冲那边喊我，哎哎，这儿、啊，你拍着手，行啊，你要拿着东西你就拍不了手。就是我空着手呢。我拍手的目的就告诉你们不在手里。废话，我就问你是不在手里怎么拿出来的？你这个裤衩后边呀，啊，就算是有个松紧带吧。干嘛就算呀？我也不能穿一麻袋出去啊。就打后边，松紧带还挺紧，哎，就把这花椒木抻出来。哦，兄弟，嗯，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说这么脏，废话，什么意思？这是出汗了。我大冬天光着，我还出汗呢。您这瞎话编的有点不圆了。您，兄弟，我错了啊，请你打我吧。一转身，咕噔跪在那儿了。哦，把这后背给我，嗯、咱哪忍心？哥哥，别去你，嗯，来，哎，又给他别在松紧带上，哎，真是别在松紧带上了。你说是啊？干嘛说是？你这赶紧扶起来，哥俩抱头痛哭啊！这就和解了、啊。现场几十万人掌声雷动，主要是看我，那错不了啊。就这样的好哥哥，我们才能够这个友谊地久天长。对我多的付出，您再说是啊。按家庭背景来说，于老师是可以不说相声。哟，怎么可以不说相声？你看看人家说相声，为什么呀、嗯？就是爱这门艺术。我喜欢相声。哎，两点：第一是爱这门传统艺术，第二是跟我的交情。哎，我们哥俩也好。提到我们的交情，还想起一件事情来。什么事儿？小的时候，他跟高峰啊舔大铁门，他就说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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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愿意说。嗯、是，我不愿意听。好，来，过去了，没事啊，没事。就喜欢相声啊，其实人家家里边很有钱，也谈不到。真的，你甭说老于家的故事，我是不用多说了啊，因为这些年郭德纲在舞台上说了很多于家的事情。你看您也知道，那错不了啊，不能老说什么于老师的父亲怎样的，也不礼貌啊。其实他岳父这边更好玩。您是我爸爸那边说腻了是吗？我不得新鲜新鲜吗？对你新鲜了。他是天津的女婿。那倒是，他岳父岳母是天津人，没错啊、嗯，这是家趁人直。哟，怎么叫有的是钱、哦？想当初清朝末年到民国，天津要说有钱的人家是八家，哪八家啊？好，哪八家？咱别一家家说了啊。啊，第一都知道西青有一个石家大院吧？啊，知道。哎，石家，那就其中一家。哎，海张武。那叫富可敌国呀！好家伙啊，易兆林张家就类似这样的啊！啊啊，有八家有钱的人家，那太趁钱了。但是到后来这没有这个五大家了，因为逐渐凋零了。哦，再往后呢，就是最著名的是五大家，五大家，胡黄白柳灰啊，五个神仙不是啊？把这五家在过去就是他岳父家，就剩他们一家了。他岳父岳母啊，在天津是垄断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垄断行业，人家还老大。你说咱家干买卖，比如说我甭管是卖什么，开饭馆啊，我就开个饭馆就完了。哦，哎，我卖自行车，你卖自行车，是他们家这不一样，就什么买卖全是他们家的。我们家怎么意思？就他岳父岳母早晨四点，这生意就头一家就开张了，四点钟就开张了。跨国的企业，这热闹就在这儿。怎么叫早晨四点开始准备？四点半，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那么早，好家伙，灯火通明啊！哎呦，大买卖，这人就人山人海了，排队。岳父跟这站着啊，怎么着？咔咔，这个，哎，
几个鸡蛋啊？果篦的果子的。你先等会儿吧。卖煎饼果子呀？你看事无巨细，大小买卖全都得承包。那也不，这买卖太小了。别着急，这岳父干着玩，四点半煎饼果子，拿这玩儿、啊。好，到五点，他岳母跟公司开张了。那还一公司？哦，鸡蛋灌饼。哎呀，鸡蛋灌饼。哎呦，我刚才说这、啊、卖自人家卖开饭馆就是开饭馆，这卖自行车就是卖自行车。哎、我们家合着骑着自行车卖开饭馆，分着干，分着干啊。啊，一会儿功夫啊，五点，他岳父这摊又开了。啊，哎，什么酸沫糕啦，小碗抹酱啦，这都摆上了。你瞧，还真全。呵，就这一天，从早上起到晚上，300多个公司，谁甭干别的了，那就发大财了，全垄断。那错不了，你不挣钱，你说能住那么好房子吗？怎么房子好啊？他岳父岳母住哪儿？住黄崖关。黄崖关是哪？黄崖关啊，到了蓟县盘山那儿，还往山里边走20来公里。黄崖关，在黄崖关边上盖了一个四合院，他岳父那都山都从那边出去了，干嘛住那么远、啊？对对对对，山清水秀，没有人打扰，没人打扰，做什么买卖呀？哎呀，做买卖上天津来，天津夜里都忙完了，12点半一点收完摊之后，赶紧往家赶，到家归着归着，好歹就像睡觉似的，然后3点就得出来，因为4点还得你来挤挤的啊。孙子也就炉子边上忍一宿就完了，你啊，还回去干嘛呀？就这个生活的状态，全在道上的吗？这不是他岳父岳母老两口子，嗯，仨闺女，三女婿就是于老师。哦，你看我三老三，嘿滴溜，哎，提起来宋老三就说是不是？您把我姓都改了，那不重要啊。嗯，仨姑爷，仨闺女，嗯，老两口子多幸福。你要说趁几个儿子，哎呀，趁俩大小子，哎呀，说着好听不管用，那赔钱。你有俩儿子，你觉得怎么样？大冬天他俩出去舔门去了，你说这玩意儿，对吧？咱就别提这舔门了，行不行？对吧？还得找一不错的哥们儿喝点水救他们俩去。哎，对吧？哥们儿缺了得了。哎，仨闺女，仨闺女，小棉袄啊。对，这仨闺女跟防弹背心似的，啊，那么刚强的，那日子过的那。老得了，你知道吗？是啊，高兴。就说仨闺女，刚开始谦儿哥上家。确实紧张，怎么谁去都紧张。俩人一交往以后，咱俩搞对象吧。嗯，姑娘说了，你上我们家见见我父母去。那也应该。傻了，哎呀，害怕。哦，咱是普通人家，是人家大户人家。对，悬殊啊。早晨4点，他爸爸摊煎饼啊，我遇不上了，我怕他。是不是啊？遇得上，遇得那我紧张。大买卖都是人家的，就别提这四点。酸不高，小碗抹酱，这都吃过啊。啊，大户人家会不会看不起我？不会的啊，我没有这么多零钱，他会不会瞧不起我？这没事，拿整钱人找。嗯嗯，去吧，赶紧去。大户人家挑姑爷就是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呀？呵，嗯，这一进门啊，好家伙，迎面丈八条案。哦，好，就家里来贵客了吗？那是姑爷吗？来女婿了吗？对对对，哎，丈八条案啊，都摆满了，山珍海味啊，小碗抹酱啦，什么灌饼啦，这。今儿不出摊都卖我准备是吗？不是不是啊，废话是啊，你摆点新鲜的不成吗？哎呀，您这待客呢，你这有这个心态啊，很肮脏啊。不是，很肮脏啊，就是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啊，你俩姐夫也在啊，这仨倒霉催的。哎，哎。老头一看见姑爷来了，高兴。那是，尤其是这看着女婿跟看儿子那感觉不一样。嗯，看见客户了，啊、更亲。哎呦，呵，孩子们，太好了，坐，这还磕鸡蛋呢，这不是让吃热的是吗？习惯动作嘛，哎呀，就鼓掌。他这个鼓掌跟你那个不，你是这样，哎，这那鸡蛋就都扔出去了，表示手里没东西。你这对，别表示手里没东西。仨姑爷坐好了，哎，岳父岳母都坐这儿，嗯，哎，一人身边坐一姑娘，哎，这几口人，你看我看你，是吃吧，这别客气了啊，先吃点啊，赶紧吧，嘎吱吱嘎吱吱，嚼这个嚼那个，哎，挺好，是吃着吃着，丈母娘站起来了，干嘛呀？她一指这大女儿，这丈夫啊，这大姑爷，嗯，来，出来一趟，我要说点事儿，跟我出来，嚯，好家伙，丈母娘就霸气。下去啊！嚯、啊！哎，前面走，嗯，好跟着，这得老老实实的。嗯，人家家后花园嗯，带金鱼池的，
那么大的花园啊，金鱼池、黄鸭关那儿，那没人管，知道吗？那是随便开地，那是他愿意，北运河都能跨过来。好家伙，哎，老太太这儿溜达着，嗯，这大姑爷旁边跟着，嗯，家里都挺好的，嘿，是都挺好的，嗯，我闺女脾气不好，你知道吗？是，我知道。哎呦，你可别跟他抬杠拌嘴啊！我懂，我让着他，嘱咐，就这点话呗。嗯，围着金鱼池，娘俩。说着说着，老太太脚底没站住，哟，呲喽咚，这是掉金鱼池里边啊，掉水里了。大姑爷吓坏了啊，把这大衣啪一突，哦，下水给老太太救上来了。你瞧，还真行，老太太挺高兴的。是，噗，这是那啐出一虾皮来。好家伙，还是海水。嗯，好儿子，嗯，好儿子，那是得捧啊。我不是没站住，我就是试验试验。哦，诚心的，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妈妈，啊？我这叫有啊，这个。哎，嗯，给你买辆汽车，我这赏了。哎，给你买一辆什么？夏利。费这么大劲给人一夏利，那是那个年头，哦，早。你要说今天不叫事儿啊，那年头刚有夏利，哎呀，老太太买了，开着玩去，高兴是有钱啊。回屋搀着妈妈回屋，哦呵，回屋高兴，嗯，老太太。哎呀，嗯，这个孩子我是真喜欢呐！啊，我跟你说呀，啊，刚才他，哎，你先等一会儿啊，屋里换衣服去好不好？哟，还有外人呢，多新鲜！你在哪儿进来的？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赶紧上屋啊啊，脱完衣裳是这才出来。嗯，刚才他可是一下都没犹豫哦，脱了外衣就下河把我捞上来了，果断呢啊！岳父挺高兴，嗯啊，进屋穿上衣裳再出来哦，还没穿呢，就进屋脱去了，合着。嗯，老太太进屋穿一身干净衣裳，嗯，出来啊，那谁他二姐夫啊，跟我来，他叫老二，叫老二又出去了，嗯，啊，围着金鱼池，哎，还是遛弯，哎，家里都挺好的，是，哎，你父母身体怎么样？啊，就这几个问题，哎，以后跟我闺女可别吵架，哎，我那闺女娇生惯养，是，还这点事儿吧，嗯，说着说老太太死懂，又下去了，到水里边，嗯，二姑爷连外套都没脱，直接下去给老太太。这比老大还快，哎，老太太高兴，嗯，噗，这是吐出一嘎了来，嗯，好家伙，什么都挺全，嗯，回来一进屋，老太太，这比那还好，我跟你说，不是，你不会是姑爷，你就为上这展览来了，你这，你上屋里去不好吗？孩子真好啊，我要给你买辆车，啊，还是夏利，我给你买辆富康，啊，这比夏利强了，比夏利就强了，哦，对不对？好，太好了，啊，哎，这完事换完衣裳，一纸于谦啊。呆子啊，这什么呆子干嘛？你别在那儿待着了。啊，我哪儿待着了？跟我出来！老太太上瘾了。老太太出去啊，嗯，谦儿在后边。哎，我还是呆子。嗯，我这扛着行李呢，是吗？啊，围着金鱼池。嗯，怎么样？家里挺好的。哎，这几个问题。父母身体怎么样？嗯，以后跟我闺女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哎，我们不吵架。说着说着，咚，就下去了。老太太掉下了。嗯，谦儿吓坏了。啊，不会游泳得。不会水，哎呦，哎呦啊！老太太在水里边，啊，哎，咚咚咚咚咚咚，救命！谦儿赶紧过去啊，把戒指摘下来了。哎呵，不会水会偷东西，老太太淹死了，那是得淹死。老丈人给买辆大奔，哎去！这都是真事儿，哪儿那么些真事儿？就问你好玩不好玩？哎，就这么聊天多好！哎，嗯，什么叫相声啊？相声就是跟您各位聊天，就是雅俗共赏，嗯，通俗易懂，博您各位一乐。刚才说的这个，嗯，您各位一听就知道是瞎编的。那当然，对不对啊？那不可能，还，嗯，什么夏利呀，啊，什么？买这个买那个，这一听就是假的。哦，剩下的都是真的，是吗？就是舔舔门是真的啊，没有，就没有真的。所以你想想，我凭什么喝凉水？那也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打小一块玩，嗯，这是真的吧？啊，那倒是。打小我们都在北京，嗯，说相声在北京的，一想起来好几十年了啊。真是，谦儿哥呀，老高啊，是确实啊，笑话包袱都很多。啊，那打小闹笑话太多。说相声人要是台下不觉得好玩，他台上他好玩不了。
那当然，真的，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哎，首先自己得觉得好玩。印象特别是，你还记得那会儿吗？嗯，我们那会儿啊，学相声、学曲艺啊，反正就一大帮孩子在一块儿吧。嗯，啊，我们那会儿有五个男同学，是，当时还有三个母学生，母学生，男学生、母学生吗？没听说过，女学生，女学生，嗯，就那几个女学生就要了于老师的命了。怎么呢？女学生出来，家里给的零钱多。哦，女孩要照顾家里疼啊，买小吃，北京的小吃，其实北京小吃也就这么回事儿，就那时候也没什么，没有那有什么了啊？这几个小孩买这买那个，他就看着眼馋，馋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天桥那儿有一个卖灌肠的，哦，这玩意儿到天津都没人吃，灌肠有几样东西啊？北京的小吃豆汁儿，对，外边喝不了，是北京也不如人喝豆汁儿啊。少部分，它那个绿豆粉那个下脚料又酸，馊不筋儿的。是的，那味儿。北京也是靠城南城西儿，就那点人喝。是，北京郊区连农民都不喝，不习惯。叫豆汁儿，没人喝。还有这个灌肠，灌肠也是。但凡有点那什么的，不爱吃。嗯。可是爱吃了就爱的不行了。对他嫌腥气，有人就是粉子。嗯。粉子就攥的跟咱买那大火腿肠似的。嗯。哎，其实里边就攥淀粉吧。对，什么都有，攥这么一大根，切成片儿，嗯，有一大撑，烙饼那撑似的，对，底下大炉子架好了，饼撑上搁点猪油，哎，那网油得是网油，然后把那个刚才说的那灌肠啊，嗯，切成片儿搁在上面，拿那油把它煎了，是，煎完之后搁在盘里边，浇点蒜汁儿，哎，蒜跟盐，哎，砸完之后弄点水，嗯，浇点那个，一人弄牙签儿就吃那灌肠，对，就现在说就旅游食品呗。哎，现在也就旅游的人尝尝。可你要说是到饭口之前，你肚子没食的时候啊，你要打那一过，你闻它那味儿，你就觉得特别好，香。那其实您说那有什么呢？现在就肯定就差着、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就怎么那么爱那个玩意儿？好，就这摊儿都过不去啊！尤其那几个丫头，嗯，女学生，对吧？嗯，花钱买就吃啊，谦儿哥看着都不行了，馋。哎呀，我哪天我发财了，我就。买一个灌肠的秤，还买一秤，我就好好的雇个老头给我弄灌肠吃。好家伙，这得发多大财、啊！我跟高峰看着我们俩，而且就挺烟心的。哦，挺好的哥哥，他爱这个，不认识他。嗯，你说我们请他吃，我们也没钱，都穷，是不是？后来他过生日还自个儿许愿，嗯、希望能吃灌肠。哦，就这个玩意儿，小的时候就那么点梦想。就是啊，怎么办呢？这个，嗯、后来我跟高峰我们俩商量，怎么能圆他个梦呢？就对我好嘛，是不是、嗯？我们还问我们门口那大爷，嗯，就是我们有一朋友想吃灌肠，怎么能圆他这梦？是，那大爷说啊、哦，你们俩带他呀、嗯、上医院，嗯，就说他要灌肠啊，那是那灌肠吗？这个，我们俩特意搀着他奔医院去了，嗯，大夫他要灌肠，哎，后来哦，打那儿起就更饿了、嗯，后来大夫说没有，你看看门口有没有卖花椒木的呀？啊，你那个。那是灌肠，不是馊炉子。你这行了，嗯，不重要。哎，这就是小的时候，一晃就这么大了、嗯、啊！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谦儿哥身体健康。哎，我谢谢您，真的。你昨天这个打青岛来，嗯，到这儿来水土不服，我还说怎么没事吧？啊，他赶了拍戏在那儿，没有点火啊，跟一帮女演员在那儿，好家伙！谁我干嘛非得跟一帮女演员呀？不海边你们这拍戏吗？拍那不是这哪有男有女 啊？是是是，你就是那男的，啊、剩不都女演员吗？不是吗？后来呀、啊，没有后来了，您这老有续集的，你啊，一说一乐就得了啊。出了这个门口就把我刚才说的话都忘记就行了啊，就是一乐嘛。你不要相信那些个相声同行的话，哎呀，这段相声一定要让观众每个字都记在心里边。我心说你们真傻，他都记住了，你吃谁去啊？人家是来听相声来的，人家不是来上课来的啊，凭什么把你每句话都得记住啊？对，这不挨着这个啊，您就记住于老师铁门花椒木就行了。嗨，那就算全记住了啊。把玉米忘了就行了啊！下回再听。哎，嗯，哎，把今天演出的演员们都请出来，咱们聊两句，回来。好，来，好不好？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啊。嗯，来啊，打那边开始。哎，倪九涛，哎，这都我徒弟啊。杨鹤通，
我们叫孔老愣，嗯，高九成、张鹤伦，昨儿唱的不错，还想打你来着，周九良，啊，这是我们大哥啊，杨进明，像我儿子陶阳，哎，刘鹤春，嗯，张九控，嗯，李云杰，嗯，大高个是我兄弟，我师叔啊，谢金，谁听得懂啊？啊，往前站，这是高老师的徒弟啊，郎浩辰，嗯，李九春，这都我徒弟，张鹤晴。高老板，张鹤伦，哎，过来，给大家唱一个，唱一个，我想跟九成一块唱一个，可以，来吧，九成，九成，来，一块唱一个，来吧，咱们俩来个评剧，嚯，好家伙，啊，您站这，我俩用这个，那个吧，来，你洗头吧，你调高，唱一个，戴诺吧，戴诺。人常说井坡山上云雾深，云雾深处有苦情，山中的苦竹有多少，我是那满腹的苦水，哎煮一根，从小也没见过啊爹的长倒影啊，身旁只留下啊妈的破铜裙，文帅爷爷收养我，点点珠泪和血吞，乐定哥哥常相伴，爷爷愁听长道明，婆婆看看我留下了汗，风风雨雨我才长成人，陶阳，一情更而离，月影儿照花台，彩郎啊定下计了，他说今天晚上来，叫丫鬟打上四两酒啊，四啊哥的那个彩碟儿啊，你个二等，摆也就摆上来呀，什么菜，一碟子鲜白菜，一碟子闹海带，一碟子炒虾仁了，还有一碟子弹簧菜，两双啊，当当快猪啊，对着面的摆呀，当当当当，但等着我的那个财郎来呀，你个六等啊，银爷就银开怀呀，他唱的是窃五更调，这叫盼情郎啊！来，周九良，哎，还有昨天这个嗓子也不好，然后唱了一个不太熟悉的段子啊，对，所以今天卖卖力气。那你要打算负荆请罪了吗？不不不，今天卖卖力气，这是这个唱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好，这是没有胡啊！谢谢。你大爷那花椒木那样的
你看，这是没有胡的啊！来两回卖糖墩的啊！来，金明哥，我来来快来快来！哎，多耐人啊！今天的观众特别热情，我一上台就有掌声，对您的掌声表示感谢呀，杨金明给您鞠上一躬啊啊啊！李云杰，快来，来一个，来一个，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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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回去吧。哎，什么呀？欢迎什么呀？给您唱段《苏三起解》。哟，这可是从来没听过的唱段啊！这算是失传曲目，这是今天我还没有听到啊。对，来吧。苏三，还行吗？各位，别问，最近可能是身体不太好，我这心脏有点问题，就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这是啊。把自个儿唱死。哎，睁他那样。苏三离了红土鞋。江山来在大街前外，沧海映西，好唱过往的句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追我的三郎把心传情，是苏三把命断来身边全马，我当报还。谢老师，来吧，发昏当不了死啊！这说相声的大辈儿，在我们这行里边，哎，要按照这个相声行业内部来说，我跟谦儿哥管他得叫师叔，别那么客气，有这么大辈儿，所以他也绝不落人。台下他跟我拜把兄弟，我是他大哥，嗯，啊，我们就这么一个交情啊。来吧，兄弟，那我也唱两句吧。好呀。老将军，你呀何必这身大悲，今哪吒哎呀，这是谢派啊，谢派，这是问我呢，对对，负荆请罪。他唱的这就是向向河，嗯，向向河是一个故事，他是说的啊，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啊。张鹤清，来，这是正经天津的娃娃，谢谢。他家住在天津啊，黄崖关。哎，不，您来这，来吧。我唱两句那个用嗨歌改的喇嘛塔嘛绕口令啊。好家伙，嗯嗯。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地他妈的喇嘛呀，那他妈换哑巴的喇叭，哑巴不还给他。地他妈的喇嘛呀，那他妈换哑巴的喇叭，拿他妈打了哑巴。谢谢。哎呀，你都闹心死我了。大郎过来，快来！这是高老师的得意大徒弟啊，哎，青头愣啊，大徒弟名叫青头愣吗？二徒弟名叫愣头青。哎，我问你了啊，给大伙儿唱一什么呀？简单唱两个京剧吧。好呀，京剧这个桑园会的《西皮流水》。空嘞旷一贼嘞旷，秋红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也忙，坐立在吊鞍永无望，见一大嫂手盘桑，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的妻房，本当西洋啊前将妻啊还，前慢呢错认了名的女最非常。嗯，好，谢谢大郎啊。倪九涛，也没想到啊。嗯，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原来380、480的皮鞋，现在只要28元，只要28元。走，躲开我这儿。那胖子过来。
那快来杨主任啊！哎，知名度最高的演员啊！相扑，相扑。邓爷在呢吗？邓爷没有，来吧。高老爷来这在木火关，偶遇妈妈江东盘的宋林瑞，乃是个样仙。谢谢。好演员都懂得修造，知道吗？阿三来，快来三三，小名叫小三儿。嗯，来吧，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唱一个党亮吧。好呀、啊。悔不该，行吗？仨字听不出好坏了啊！来，悔不该辕门来发笑，悔不该预则把香啊烧，光公犯罪刘备啊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应速去报，就说老爷放了骨啊叫七星剑。把头笑一腔热血燃正啊跑，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我一胆跑，江东桥前恩重义呀好，留下了美呀名，在武汉古飘。春儿，来，我也唱两句《木虎关》。好，好掉《木虎关》地里边了。下去。这个木虎关唱完了，你得唱一黄牙关啊，赶三关来。我爱爱贤妹花腔啊好，杨贤妹爱爱玉兄何风能，你的花腔好咱的何风能，你花腔好来何风能，我二人结拜投宋英，宋王爷一见那龙心虫封我都督，在后营到后来听信那灿烂眼的本将玉兄编制在这压制听现日今天堂罗州得了烦的心，要叫我发病我就是跟杨鹤峰作对啊。九春，哎，阿春，不叫儿看儿要看的，不叫儿观儿要看，还是木虎关大大啊，开了冷门大家看。来，阿空，阿空献艺，掌声鼓励，大哥大哥欢迎你，感谢你来我这里，大哥大哥能顶天立地，感谢大哥。我说什么来着？高老板快来吧。嗯，刚才这是您教的啊？那是您徒弟。哎呀，说的我心里咯噔咯噔的。哪儿你就打板了？小小的毛猴胆量高啊，一个跟头不见了。这个段子还是长了一点，还得再剪裁一下啊。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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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哎。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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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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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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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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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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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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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泪珠锁马留神看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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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十里亭锁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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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这世界很酷。